今天尝尝这个黑了吧唧的黑蒜，据说特别好吃。哎，尝尝好吃不好吃？嗯，非常好吃。据说很有营养。麻辣烫，非常好吃。Very delicious. 那两斤麻辣烫好少哎。
这个好喝，这个是那个沪上嘎一的那个给个水米汤呀，里面还有锅肉嘞。这个要买，特别好吃。